好，我们是 Ukulele Tuesday。今天我们想要表演的歌曲就是《小手拉大手》。在 before 我们开始我们表演之前呢，其实我们想要谢谢我们的老师 Simon 老师，他很用心来教我们，我们也很用心的在学习。拜托位 Simon 老师，我们的 Rocky Channel 也可以去吃。其实吉他部呢，我们不只是可以来学音乐，然后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。其实我们很谢谢皮卡布让我们可以认识彼此，然后现在感情还不错。OK， 那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表演。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，还记得那根亮亮的山丘，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，游乐园拥挤的就是时候，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，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，又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，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，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，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，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，又再一次回到亮亮山丘，给你我的手，像温柔野兽，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，你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今天加油，向昨天挥挥手。啦啦啦啦啦小手拉大手，今天加油，向昨天挥挥手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今天为我加油，舍不得挥挥手。